9月30日下午，在首尔高尺巨蛋举行了首届2017韩国音乐节。孤孤蛋、Priston、Asdol、SF9、Patagon 等35组爱豆组合出席了事前红毯仪式和演出，展现韩国大众银元新势力的魅力。此次是为期2天的活动，邀请到众多大势组合来介绍大韩民国的流行音乐魅力。为此，经过公正审查，严格挑选了出演者。9月30日，由 OneOne 等众多新人组合出演，展现韩国大众音乐的未来。10月1日，将由多个顶级偶像团体带来精彩演出。据悉，本次活动意在为偶像组合和粉丝提供可以共同的最大平台，因此2天的表演也将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另外 ，Korean Music Festival 除了举行2天的公演外，还会为粉丝们准备多样的体验活动，而引发期待。キラキラ輝いている胸に秘めたるその太陽はしゃいだ者勝ちのホリデー踊ってもっと解き放ってキラキラ日差しも浴びて Make up and dress